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火鸡面炒年糕。我第一次做这个温泉蛋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我刚刚又试了一个，还是失败了，你们就当它成功了吧。哇，它比原版的火鸡面鲜，但是没有那么辣。这一口是满满的芝士，我已经拌开了。真好吃。试一下这个蛋，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火鸡面做法，它每根年糕上都裹满了酱。鱼饼，这个形状是不是很可爱？味道也挺可爱的。我试一下一口吃这个蛋。感觉还没吃出来，味道就滑下去了。猎杀时刻，吃饱了，拜拜。